我们旗下庙草哈是跟土库镇的香草产销班一起合作，那采用的是那个产销班的一些自然农法跟有机认证的这些香草植物，那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，我们就会把它做成一些生活上所必须用的这些产品，包括像吃的喝的用的，经过我们的一些设计跟包装之后，我们会制作一些对，像香草茶啦、香草醋啊、花酱啊这些东西，那用的都是一些最自然的一个保存方式，包括像香草醋它是用酸度，那香草茶的话是用干燥的方式，那花酱的话是用甜度方式来做保存，那基本上我们是不加一些防腐剂或者一些添加物的东西，那这些东西我们经过我们的包装之后，也经过我们的雨林县政府的一个行销，我们也销到像日本啦、韩国啊、中东啊或者大陆这些地区，这些国家当中我们甚至还得到很多奖项，包括像那个日本的食品包装大赏奖，还有像台湾的台湾包装之星啊、台湾好伴手啦、一些种种的一个奖项，那我想将这种最好的东西，就是雨林县的一些物产，能够带到国际上去行销。那本着我们农民的这些很认真、很负责的这些制作方式，能够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消费者。